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发大誓愿第六。大家请坐。我们先将经文上一次讲解到的经文读诵一下。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师长开解，皆悉待得清净。今天呢，进入讲解解脱。在讲记280页。什么是解脱？我们今天常常讲不自由不自在，大家天天打旗号要真自由，要真民主。那今天社会这样混乱就是大家对于自由民主的概念搞不清楚，以为民主了我当然可以做主你也可以做主不打架怎么行可能一些民主社会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当然要打架，打架是很正常的事情，打到最后还是不民主，因为弱的要听强的话，还是强势做主那还是没有民主了当然这一段呢提醒我们对一些概念了假如误解了不止没有解决问题可能还会制造更多的问题了民主是要以百姓的福祉为主叫民主假如我们达不到
都以百姓的福祉为先，那这个要达到民主就不容易了。哦，所以制度啊是其次啊，人是最关键的。哦，我们看啊，尧舜禹汤啊，他们是天子啊。哦，那个《礼运大同篇》那个歌啊，就是描述他们那时候治理的状况啊，天下为公啊，就为广大百姓在着想了。哦，包含施政啊，以百姓当中啊最困难的人先照顾。啊，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啊。好，我们小到像我们在学校代班呢，啊，一个班级也是个小社会了。哦，你看代班老师啊，首先要为谁着想？哦，说为有钱人着想好吗？哦，为成绩好的着想好吗？哦，哎，为家里面哎这个家庭里啊比较贫苦的人，哇，那个有钱的人的孩子不是善根起来了？哦，哎，你都是比较照顾有钱的，有钱人不是这个慢傲慢起来了？哦，我已经听过不止一个例子了，啊，生活比较富裕啊。结果有姻缘呢，啊，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呢，到了非洲去了。哇，看到非洲那个生活，回来痛哭流涕呀，说爸爸妈妈，啊，你对我太好了，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啊，他不知道世间还有这么贫苦的生活啊，哎，他懂得感恩了。哦，啊，你帮助贫苦的学生啊，这有钱的学生感动了。啊，你帮助这个成绩差的学生，成绩好的孩子感动了。人之初，性本善嘛。哦，也有可能，哦，成绩好的学生呢，还会加入去协助成绩不好的同学，那是老师带动的嘛。哦，所以大学里面说，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利，一国作乱。啊，那这个都是指着，你看小到你是一个班级的老师，到你是一个企业团体，到你是一个市长、省长，嘿，你都可以带动的。我们都遇过企业界的人。他讲恩义了，他是一把手。哎，公司里没有人离婚了。一家人，一家讲恩义了，带头了。他的员工的善根呢，就被他带动起来了。所以这个民主啊，时时以百姓的福祉为先，但这个要透过教育了。
哦，那这个自由，这个也要谨慎的哦。你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孩子是非善恶都还没有能够判断，哦，那他什么都要顺自己的意思了，那可能就会乱了。哦，但孩子从小你有给他教导，啊，哎，他就懂得孝顺父母，尊重长辈，啊，他就不会把这个自由变成是放纵自己的想法看法啊，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尤其啊，他从小接触圣教啊，哎，他知道啊，要随顺性德啊，随顺经典，哦，不是随顺他的习气，哦，你说这个拿着自由来随顺习气呀，啊，伤了自己了，也会伤了别人，哦，包含民主，哦，哎，也是啊，啊，依据人的理智，哦，你看佛门挺讲民主，哦，啊，佛门啊，现在常说啊，少数服从多数啊，大家知道还有下一句吧？啊，哎呦，我看大家表情了，没有不知道有下一句啊？哦。哎，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两句啊，少数服从多数啊，多数尊重少数。哦，哎，这一点在佛门，啊，又落实了。尊重少数，尊重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啊，大家都要听他的意见。哎，他讲出来了，哎，跟佛的教诲相应了，哪怕他只有一个人，你看他透过一个人把大家的理智提起来，或者重要的角度提醒到了，啊，那因为大家是要依止自信啊，依止佛陀的经教，哦，所以哪怕一个人要尊重。其实你在家庭里面不也是一样吗？啊，哦，家庭团体啊，见和同解呀，啊，修六合了，六合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见和同解。啊，哦，你人多了就要听你的，家里也不一定心里会服气的。啊，哦，这一点，哦，然后像讲经的时候提到了，康熙、雍正、乾隆啊，大家想一想，他们入关，啊，哦，有好几个说法啊，哦，啊，我取最多的那个啊，哦，说200,000入关呢，啊，治理多少人啊？几亿人哦。那么少数人治理那么多人，凭什么？他没有说听我的意思。你看，假如是这样了，他能治理这么多人了，哦，他请儒释道的专家啊，这些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啊，儒释道的大家啊，哎，到宫廷里面讲课啊。皇祖也要听啊，啊，王公大臣跟着听啊，哎哎，我们是依据这个，哎，大家服气了，哎，听圣人的，啊，容易接受了，哦，所以这一段啊，我们想一想，哎，我们在家庭在团体里，人家服不服我们呢？啊，你不能，我是爸爸。
我说了算，谁都要听我的，那你也不一定治理得好了。哎，好，啊，师长说到了，这些就像啊，许许多多的绳索啊，捆绑我们，啊，真的不自在。不自由、哦、我们真的要自由啊、哦、得搞清楚 啊我们现在被什么搞得不自由了、啊、不能随顺性德、啊、就不自由了、啊、你看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我们不跟着自性啊，就被习性控制住了，就不自由了。大家有没有经验啊？做错了啊，在团体当中啊，很想当场承认错误啊，但是哎呀，这个面子有点拉不下了、嗯、拽住自己了。哎，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挣扎过啊？啊，这个我从小就好面子啊，这个特别有经验啊。哎，那有没有突破了啊？给大家致歉了？哎，致完歉之后，内心舒坦了，哦，没有被这个面子绑架的经验了。嗯，哦，所以啊。我们不自在啊，不能随顺性德啊，哎，佛把这些啊归纳成两大类了，啊，第一呢是烦恼，第二啊有所知啊，就是烦恼障啊，跟所知障，佛19岁啊。哦、他是王子、哎、他出家修行，这个表什么、哦、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表放下烦恼障、哦哎、30岁、啊、菩提树下、哦、因为当时候、啊、印度宗教界所有公认的高人呢、啊，悉达多太子都跟他们学过了、哦、而且他们也很佩服悉达多太子、啊、说我能教你的都教了、啊哎、还是不能解决、啊啊、最后、啊、在菩提树下金刚座、啊、坐下来、啊啊、没有成就、啊啊、不起这个座了，哎，这个是啊，把一切所学啊都放下了，哦，放下所知障。啊、哦，我们前几天啊，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课程里有提到啊，啊，有一位啊老和尚的弟子啊，要去啊讲。白法名门、哦、结果老和尚就提醒他、啊、白法名门、啊、你要让人家越听越明白，越听越有智慧、哦、不要讲成白法黑门、啊怎么哦、你不要讲半天人家智慧没有增长、啊、记了一大堆名词术语、啊，大家有没有经验呢？死记很多东西会怎么样？伤脑筋、嗯、哦哦，你假如这个学习的状况啊、哦、比方说是知识性的学习啊，
你可能在境界当中，在那里想，哎呀，我现在要提哪一句啊，哪一句经句啊，死记硬背啊，遇到境界头昏脑胀啊。哦，所以这个佛法也好，传统文化重视悟性，有所领悟了，啊，不是死记的，啊，而人的悟性啊，要从啊改习气下手啊，知识性的学习的解行可能会不够相应，没有好好去落实。其实佛门的落实最重要的功夫就是放下，放下烦恼障，放下所知障，而这个放下习气啊，首先要从敬孝道开始，就在敬孝当中啊，把这个自私自利的自我能放下，智慧就是被他障住的了。性德啊，就是从孝亲尊师啊开发出来的。所以在修学的道路上啊，自己有没有烦恼亲？你把习气放下了，烦恼亲了。本有的智慧啊，慢慢透出来了，智慧会长。儒家也讲格物啊，格除物欲、啊，那就是烦恼轻了、啊。自知，智慧长了。自良知了、啊，本有的良知性德，慢慢往外透了。好，所以大家去观察，觉得自己很有学问的啊。他，你看他智慧高不高？他可能傲慢就上来了。你看我们佛门的公案啊，六祖大师。到黄梅找五祖，有一个人物叫神秀大师，跟了五祖好长的时间了，好多年了，是吧？五祖说：“来做一首偈呀。”你看他假如到了这个般若无知啊，遇到这个境缘，他可能偈子就做出来了。所以他还没有放下所知障，所以他做不出来啊，在那里很烦恼，就去写那个偈子的时候，趁人家不在的时候，到时候这个五祖说，挺好的，他在说他写的了，所以大家看得一波的是什么？不识字的。他没所知障，所以般若无知啊，无所不知啊，无知是清净心的、真心一法不立啊，还觉得啊，我背了很多，我学了很多，都不是真心的状态了，要因无所住啊。你住在烦恼不行了，你住在你学问很多不行了。所以师长说了，这两条绳子啊，把你捆起来，你不自在。所以解脱啊，是把这两条绳子解开，你就。脱离了，
解开的是你错误的思想见解，贪嗔痴慢烦恼，把这些东西解开。脱的是什么？永脱生死轮回。你看我们常常都想要解开啊，解开哪里？哎呀，我换一个公司就好了，我换一个对象就好了，这个都是向外求了。我们看六祖大师开悟了，得一波了，接下来呢？猎人堆里十几年了，15年了，自不自由啊？人家随缘自在啊，是吧？啊，像我们这种好管事的人就憋死了。所以很喜欢热闹的就要对峙，少管事。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对峙。哪件事没有跟我讲不高兴了，这都是习气烦恼，自己要看得到。我自己也是比较我们闽南话说给薄了热心过头了。所以我也常常做一个关照啊。我这个从事这个工作21年了，我记得常常在这个过程里就想，老和尚打一通电话给我，说你从今天开始什么都不用干了，先回家里去，我会不会委屈？会不会难过？我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做这个观想，你随时因缘一变呢。你都还能自在啊，那代表你没有惹尘埃啊，本来无一物。不然你就随着做的事情啊，你有更多放不下，被它绑住了。我们举近代的例子，孟参长老，他在监狱里几十年呢，你说他有没有解脱啊？人在监狱里面快速提升哦，出来讲华严经哦。他没有被这个环境觉得被束缚住了。会修行的人觉得，哎呦，在里面都没人打扰啊，什么？大家有没有听过黄念祖老居士说的你认识一个人就好像在脖子上套了一个绳索。比方说你的微信群有360人不多每个人一天他一年就找你一次就好了你每天就被拽一下。我有时候不小心我不是故意的瞄到有人的手机里面没有看的短信5000多条我都快昏倒了。他不知道参加多少个群呢、而且那个人数挺吓人的。你说这怎么修清净心呢？所以老和尚有讲啊，这个手机是魔的手段。所以老和尚我早就丢掉了啊。这些法语啊，大家都要用心去领会啊，不能被它控制住了，不得解脱啊。所以这一些公案呢、大家要好，这都是祖师啊大德表演给我们看的。儒家也是讲
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呢、啊？树富贵，行乎富贵；树贫贱，行乎贫贱；树夷狄，行乎夷狄；树患难，行乎患难。大家现在假如觉得，哎呀，我被什么人，我被什么事束缚住了，那就不是在学佛法了。佛法是内学，莫向外求。你看格言联璧，老和尚也抄出来啊，让我们学习啊。大家品一品啊，这一段老和尚的墨宝啊。有这段墨宝了，麻烦打上去了，可以给大家学习。能知足者，天不能贫呢。一个人能知足了。老天没有办法让他贫穷。其实一个人一知足啊，他是有福的人，哪怕他带来的福报不大，他的福，他的心一直在种福田的。其实啊，一个人再有钱呢、啊，他不知足，他也会觉得我这里缺那里缺，他也贫穷。知足者富啊！我们这个台湾有一位女士叫陈素菊，她的工作是卖菜的，结果美国有一个杂志啊，就专门报道这个做公益事业的排行榜。结果呢，这一位女士啊，进榜了。台湾社会很好奇的，卖菜的还进这个行善的榜了，结果一了解，因为呢，她虽然卖菜啊。他捐了1000多万呢，做善事啊！大家要了解哦。我觉得这个杂志啊也挺可贵的哦。他没有用数字啊来判断，他是先看这个人有多少，结果他舍了多少。比方这个人有300亿了，他捐了300万，这个对他来讲。不算什么啊，可是他只有比方说他只有1500万，他捐了1450万，哇，那了不起啊。结果后来有媒体啊访问他了，他说啊，钱给需要的人啊，这个钱才有意义啊。哇，你看卖菜的人都不能轻视他啊！你看《六祖坛经》里面有讲到当时候神秀大师写了那个偈了，那五祖说了，依这一句偈可以不堕恶道啊！结果寺院里的很多人都开始诵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结果就有小沙弥啊，年纪很小，童子而已，就送着那首偈啊，经过了六祖的这个聪明的堆房了。六祖听了那个偈了，说上人啊，上人啊。大家注意哦，称一个小沙弥哦，称什么上人哦，不敢轻视哦。从这里都看出，已经长生智慧的六祖啊，你看对人那么恭敬啊，这都是我们的学处哦。
哎，我们看祖师大德，他一言一行都是性德流露，都是学处哦。你看我们现在还轻慢任何人，那不是辜负了他们的表演呢、啊？况且我们要去极乐世界，哎，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我们要礼敬诸佛啊，啊，尊重一切人，不强势啊，啊，就请教了上人啊，啊，你这个记在哪里呀、啊？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因为六祖太老实了，交代他在堆房，其他地方他都不会去的。哦，结果他到了，就请这个上人这个小沙弥说，可不可以读诵一下？就刚好旁边就有一位居士张别驾张日用啊，一听到说要念了，哎，这个张别驾。就大声念了，念了一遍呢、啊。这个六祖说了：“我也有一计呀、啊，可不可以帮我写上去啊？”哦，哎，结果这个张先生，因为六祖那时候也是在家人啊，一看，你这个阁僚啊，你也来写计呀、啊，就不尊重人了、啊，称他你南方的阁僚啊，你也能写记啊？这个六祖说，欲学无上菩提呀、啊，就应该是不能轻后学了，不得轻于后学呀、啊。下下人有上上智啊，地位很低的人，可能他智慧很高啊。哦，所以大家到寺庙啊，前面那个卖豆花的不能轻视哦，说不定人家阅人无数啊，他只是不想去跟人家争啊夺啊，人家不分别这些工作啊，卖豆花遇到一些有缘人，给他点拨几句了。大家看那个武侠片里面那个最不起眼的人，往往是很高的人。那上上人有没意识，哪怕他是皇帝，他可能没智慧啊，他只是福报大、啊。所以若轻人，则有无量无边罪。哇，这个张别驾一听完，被六祖这段话震撼住了啊！这个也提醒我们了，我们读完这个六祖这段话，不能轻视任何人，这样才是礼敬诸佛啊！跟普贤行相应了，我们离极乐世界越来越近了啊！心行。跟普贤行相违背啊，离极乐世界越来越远了。所以老和尚讲了，连父母都瞧不起，连老师都瞧不起，你怎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首先呢，礼敬父母啊，他们在那个年代很困难。不能以现在自己的这些时代背景啊，自己的想法看法去衡量，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不能瞧不起自己的父母亲人了、啊。那刚刚讲到，你看这一个女士这一位女士，她是前。给最需要的人才有意义啊！然后他自己生活啊非常简单，结果我看了那个报道啊，他说到啊，
他觉得他一天呢、啊、最大的享受啊，就是做完工作啊，回自己家呢，听啊我们老和尚讲经啊，他是这他一天最大的享受了。哦，一看这个高人啊，原来后面是有老师的。哦，所以说能知足者啊，天不能平啊，不止不平啊，你看生活的多，精神多充实啊。哦，能忍辱者啊，天不能祸。你能一切境界呀、啊，忍得住情绪脾气呀、啊，上天也不可能降祸给你。哦，哦，《论语》里面说：“一朝之愤，啊，情绪起来了，忘其亲，以其其身。”你控制不住情绪呀、啊，有可能殃及父母啊。殃及自身，这样就迷惑了。哦，哦，就那，就像我们啊，现在也代表团体呀、啊，代表佛门呢、啊。哇，那一下失控了，可能会影响团体佛门了、啊，这招祸了都有可能的、啊。哦，能忍辱者，天不能祸。哦，能无求者，天不能见。哦，你无求了，哎，人家啊、哦，不可能用这些外在的东西引诱你了，羞辱你了。啊，人若无求，品质高啊。哦，啊，当然有这样的涵养啊。福报也会越来越多的。能外形海者，天不能病。我们也有遇过，本来生病了，后来不去想这个身体了，想佛了，哎，病好转了。你一直想这个身体，哎呀，我这个病啥时候好啊？这些妄念反而对身体不好了。哦，或者也有病得比较重啊，哎，工作放下了，去佛门做义工啊，他又觉得这个事很有意义啊，做做做，把病给忘了，哎，哎，后来一检查，癌症没有了。哦，哦，能不贪生者，天不能死。这些境缘都不能影响他。做得了主啊，没有被境给转啊，这样才能无入而不自得啊。啊，我们看这个历史当中啊，在生死大劫啊，不怕死的留名青史啊，啊，一直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呢 啊这个人不贪生者，天不能死，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啊、谁不认识文天祥？哎，啊！你看老和尚90多岁了，啊，为了世界和平，啊，希望把5000年智慧供养给啊其他的国度。民主啊，他忘了身体了，啊，不辞劳苦了，哦，那他现在这些精神啊，都留在我们弟子的心中啊，啊，我都不觉得老和尚离开我们了，啊，而且老和尚的加持一点都没少，啊，老和尚回归极乐世界啊，啊，现在是法身的。法身，一切法都是他老人家的身呢、啊，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哦，我们现在能在他老人家用过的摄影棚，哦，跟大众分享，哎呀，这也是很有福报，呵呵，很幸福的。哦，
事情了啊。好，能随遇而安者，天不能困。哦，他不会觉得哎，谁障碍了他了，谁阻碍了他了。哦，哎，陈德也曾经啊，到一个地方修学，结果这个道场里面什么人都有啊，又很贪心了，半夜跑出来偷东西吃了，又嗔恚心很重的，大家聊几句呢，他听了不高兴了，哎，进屋里面拿出一把刀来了，我当时都在情境当中，哦，还有很愚痴的。哦，家里都不负责任了，还在那里神神叨叨，自己道立多高的，把他太太气得要死，啊！结果他太太后来得癌症了。他说，他行为这么不好，应该是他得了，怎么是我得了？哦，大家别人的错啊，不要拿到心里面纠结，搞得自己心情不好，会生病的。我们人生分寸拿好，我们对任何人，在跟你亲的人，你只是他的一个助缘，你不可能主导他、主宰他，看破放下，他能听多少也是他决定的，你尽了力就功德圆满了，你何必又在那闹情绪，把自己的功德都烧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就好了。哦，所以人愚痴起来，哎呀，身边人痛苦的要死，他都不知道。哦，还有傲慢到，我在听老和尚讲经啊，来到这里了，不要听其他的了。我是听世聪，我知道他的意思，听他的，多傲慢了，居然叫我不要听老和尚讲经。你看我们遇到这么多，哎，我就跟谁住呢？跟那个叫我别听老和尚讲经的人住嘞。那请问大家自不自在啊？哎呀，讨厌死了，每天跟我睡在一起都不能听经。我当时就想到老和尚的话了。所以你有老和尚的经教啊，你就自在了。你不会被境界转，你只要提得起来。老和尚说了，他看到你不欢喜啊，你避开他，他也生欢喜心嘛。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嘛。他不叫你听，你就别听嘛。别听干什么？别听念佛，又不妨碍你用功。他一不在了，赶快打开来听不就好了吗？在这念这里，事事无碍。爱在自己有起了分别执着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自己的心动了，那你看这些境界提醒我们了，这个提醒是终身难忘，提醒我们不能贪嗔痴慢的，都是善知识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是当生成就的榜样啊，我们已经立定目标了。往生极乐也是当生成就了，那我们得向善财童子了。见人善即思起，见人恶即内省。所以能随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不能使他孤独了。
哎，假如我们现在觉得孤独啊，就好好培养人，就不孤独了。哦，而且在团体当中啊，培养人也是责任的、啊。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如是，团体亦如是啊。哦，你看老和尚说的，他老人家90多了，啊，现在求的没有别的，求有发大菩提心啊。乘船入世道的年轻人呢、啊？哇，那老和尚这一段话，对我们弟子啊，我们要以师智为己智了。啊，有人才啊，才能成就事业呀、啊。哦，这么一晃啊，啊，我也过中秋了啊。啊，也有一点点年纪了，哦，所以这个啊，要多培养年轻人呢、啊，啊，这个是身为长辈啊，啊，应该尽的责任了、啊。好，啊，我们有时候刚好啊，老和尚生日啊，啊，也有不少弟子啊，啊，老和尚都。不愿意啊，我们给他做生日啊，啊，但是也有一些弟子会来、啊，哦，这都挺热闹的啊。好，啊，人以身任天下后世者，天不能绝啊，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啊，哦，那我们。看到啊，你看刚刚提文天祥先生，哎，他的精神也有人在效法，哦，没有断绝，啊、哦，老和尚的精神，现在还有跟他同心的弟子，啊，继续在朝着他老人家救世的理念在努力了，哦，所以古人这些话。很有味道啊！哦，啊，我们在境界当中啊，做得了主，啊，不被境界给转了。哦，所以这里讲到的，啊，能把贪嗔痴慢烦恼解开了，我曾经啊，有听过一句话，按照逻辑来讲啊，没有一个人能进入你的内心啊。哦，那请问那个伤害你的人是谁？啊，按照逻辑来讲，没有人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嘛。哦，你看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啊，割力王这样对待他，割他的肉。也没有办法进他的心呢、啊。结果忍辱仙人起的念头，说我成佛第一个度你，也没有觉得他伤害他呢，不止没有觉得对方伤害他，觉得他成就了他，成就了他的忍辱波罗蜜，因为没有他当作是他的考试了，他没有起嗔恚心呢、啊。哦，没有报复的心，持戒波罗蜜成就了。哦，所以是割力王啊，成就了忍辱仙人，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提早成佛了，本来在弥勒菩萨后面超过去了。哦，所以没有人可以束缚我们了。是我们的心啊，是我们的分别执着啊，哇，这一点我们看清楚了，你就过解脱的日子了，啊，你就过上啊不推卸责任的日子了，不会把责任推到境界上面去了，哦，所以脱的是什么呢？永脱生死轮回。
这个陈德再补充一下，比方说刚刚忍辱仙人，他觉得这是来成就他的，用黄念老的教导，这个叫喜忍，欢喜啊，每个境缘来成就自己的。那这个六人，第一个是利人，利人是症状啊，不根本。第二是妄人，曾经发生过的事啊，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记那些事了。我感觉啊，我们都记别人的好啊，不记别人的不好啊，这日子很好过啊。我们不要好日子不过啊，都记别人的好啊，你看谁谁都欢喜。第三呢是凡人，一个巴掌拍不响，可能自己也有做得不够到位的地方。第四是官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梦幻泡影，缘聚缘散的，不要这么在乎挂碍了。包含这个观，也观他整个人，因为一个人也是因缘生嘛，他一定是有他的家庭啊、成长啊，还有他的学校、社会的成长历程，他才会变成这样。我说，怪不得他会这样。你就没有那种责怪了。这个是观人，还有慈人，你说替对方想，不容易起贪嗔痴慢。就像跟大家讲了刘宽，他太太没见过他生气了，让仆人端热羹，他要上早朝，穿得很正式，假装跌倒，这个倒在他的衣服上，这个刘宽第一念，有没有烫到你的手啊？所以以前读书人做到啊，让他太太服了，服气了。好，这里讲脱呢，是脱什么？永脱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啊，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些东西啊造成的。所以见思烦恼一断，见惑就是见解错误，思惑啊就是思想错误。这个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误会这个身是我。所以佛门有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本来是大海，结果现在误认为大海里的一个水泡是我了，大海的大用就没了。这个比喻挺容易体会啊。现在要干什么？把这个水泡戳破，它就恢复大海了。所以我们不能认知这个臭皮囊是自己的，我们本来也是法身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现在被障住了，就要慢慢放下这个身见，然后为一切众生，恢复我们同体大悲。当然众生有缘分的不同，你首先一定是对自己比较亲的人，他跟你缘比较具足。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你关心他，他还觉得你怪怪的。
哦，什么得随缘嘛。啊，但是呢，你在照顾自己的亲人，也要看你的心。你是行菩萨道，啊，我现在把孩子教好啊，让他去利益众生。那你教孩子就是菩萨道了。哎呀，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啊，啊，我们夫妻相处融洽，让亲戚朋友有缘的人呢，看了很感动，哎，来跟我们交流。那你的夫妻相处就是行菩萨道。啊，菩萨道是各行各业，甚至于在每一个自己的角色。啊，你看舜王二十四孝之首，他在当儿子里面呢，当的最圆满，啊，他表法了，利益几千年的中国人，炎黄子孙，嗯，那功德很大，哦，所以重要的是善用其心。哦，你在家庭里可以搞得越来越自私，你也可以行菩萨道，啊，就是一念之间，嗯，好，所以要放下这个身见，啊，你起了这个身是我的，你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分别执着就起来了，啊，所以修行的重点呢，要把这个事项要放淡。其实我放淡了，这些分别、这些相对也就淡了。哦，老和尚说，众生就是自己，于诸众生视若自己。事实上，你明白大乘的义理，也确实是这样。一切法从心想生呢。现在我们面对的一切人事物啊，都是自己的心想生的，那没错啊，啊，众生就是自己啊。哦，思惑呢，就是思想的错误。啊，这些东西解开啊，六道就没有，永远脱离了。哦，所以解脱啊，是这个意思。啊，佛门里常说的。啊，了生死，出三界，脱轮回，啊，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这个接息带的清净解脱啊，我们也可以顺着经文呢，自己关照检查一下。啊，我们在随着修行啊，心有没有越来越清净？啊，有没有越来越觉得啊自由了，解脱了啊啊？以前遇到会生烦恼了，哎，现在不生了啊。以前会看不顺眼了，哎，现在看顺眼了。哦，那这个就啊越往解脱了走了。哦，老和尚也讲过。啊，不能往生呢，只有一个原因，放不下。那你心上有放不下，你都解脱不了了。哦，所以赶快放啊！心上还有放不下的，就是我们修学的重点了。好，这一句在此地啊，也许同修们要问了：菩萨不是已经？脱离生死轮回，还有这些果报吗？哦，有啊，大小菩萨都有啊，戏服啊，有界内界外啊，界内是讲六道啊，是对于小菩萨而言。因为天台中分藏通别圆，那你藏教
藏教佛啊，可能他的位置是正的阿罗汉果。哦，那藏教的菩萨，那他还在界内啊，哦，还没有出六道啊。哦，所以经上常讲了，全教菩萨，全教菩萨没有离开六道。因为佛度众有全巧，有五乘佛法，人、天、声闻、缘觉、菩萨，所以这个全教菩萨有没有离开六道？换句话说，他还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那实教，实那就是明心见性了。实教是真实的，他们超越了。实教虽然超越六道轮回啊，他还没有证得圆满法身啊，所以他还有维系的系缚啊。这些维系的系缚啊，就是四十一品无明啊，要把四十一品无明习气破净了，他就圆成佛道，证无上正等正觉。所以由此可知啊，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啊，这个结是慢慢的解开的啊，慢慢的破。到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无明啊卸脱了，圆满成佛。再没系缚可解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果德也贯彻到无上菩提，所以连见性了，他还有四十一品无明的习气还没有断净。所以这个修行啊，一般都要很长的时间啊。但是啊，为什么连普贤菩萨都劝啊，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师都求生极乐世界啊？因为他成佛快呀。所以后面这几愿为菩萨发的啊，结果真的求生了。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才十劫呀！去的人多有一生补处，多的意思是超过一半了。哪一尊佛不希望自己学生早一点成佛？所以都介绍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好，普等三昧，菩萨在十方世界。他发的心呢，比我们一般人发的心要大。凡夫能动念度自己啊，就很难得。菩萨发愿呢，不但要度自己啊，还要普度一切众生。如果菩萨发愿，我要普度众生，不度自己。给各位说啊，那是魔发的愿，不是菩萨。菩萨因为你看四弘誓愿也是修学的次第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接下来呢，烦恼无尽誓愿断。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者，无有是处。所以儒家这个次第啊，不能忽略掉啊，因为从南宋之后啊，小乘就没落了。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啊，儒跟道取代了。结果我们现在没有观察到这个因缘了，结果儒不学了，道也不学了，直接
做大乘菩萨，我要度尽众生了。结果自己中恕之道都提不起来，啊，还很强势，很傲慢，那怎么度众生呢？哦，可能都恼害到众生了。哦，应祖也说啊，事有真如啊，方有真身呢。你要做大乘的，哦，出家人，啊，你缺乏了这个基础啊，要成为一代高僧不容易了。哦，所以祖师这些话都在提醒我们，啊，我们汉地的因缘呢，不能随自己的意识去修学呀，要跟着祖师啊，跟着经教啊。哦，哦，菩萨一定啊，自利利他，利他即是自利。啊，我们在利他当中啊。这个自私自我慢慢放淡，就是自利了。自他不恶，教学相长啊！啊，我们在劝别人的时候，更重要的劝自己啊。哦，而且我们啊，比方我代班啊，教小朋友，我这个道理一讲啊，我一定要带头做啊。不然学生不服啊，学生看了低谷了，心里低谷了，老师不做还叫我们做，哦，所以你讲出去的，哦，自己带头做，啊，就有鞭策作用了，哦，所以必须要辨别清楚啊，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所谓差之毫厘啊，失之千里啊，很可怕啊，哦，这个印祖啊，哦，有在文钞里面提到了，哎，有人或求来生，哎，我下辈子出家为僧，能够一闻千悟，得大种持啊，弘扬啊法道，普利众生。啊，印祖说啊，这个皆不得名为有净土啊，啊，有禅有净土，啊，犹如带脚虎，今世为人师，来世做佛祖。但这个就他这个心就不算有净土啊，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岔路哦，因界若现前，哦，这个大限到了，撇耳随他去哦，可能就去投胎了哦。这个苏东坡先生前世五祖戒禅师哦，也算修行挺好的啊。你看临终到了，哎，又投胎去了啊。无禅有净土啊，万修万人去啊，但得见弥陀啊，何愁不开悟？哦，那印祖接着说到了，哦，有人可能会问呢，啊，出家为僧，弘法利生，又有何过啊？啊，发这样的愿很可贵啊。哦，那印祖说了，假如他已经断见思，以了生死，成大愿轮呢，四生五浊恶世。上弘下化，度脱众生，这可以啊。
若或虽有他的志愿，但是未断见思啊。纵使能不迷于去投胎受生之初啊，亦复难保于毕生多事啊。你很难保证，比方说你投胎之初是没有迷，接下来呢，或者下一世呢，这个难保毕生多事，以虽能弘法，未证无生呢，情种尚在，这种对世间的情事啊，还在呀、啊。这个历史都有公案了、有个修行也是很好的出家人跟一个读书人、要赶路啊，一个要走陆路，一个要走水路、那个读书人就坚持要走水路了、后来这个出家人就随顺了。他为什么不愿意走水路啊？因为有一个女子啊，怀孕三年了还没生出来啊，她就怕遇到这个人啊，结果一遇，情种尚在了，结果后来就去投胎了，还跟这个读书人约啊，几年之后你在哪里跟我见面？啊，我是一个牧童。你看，哇，这个情种尚在啊，不是开玩笑的。遇境逢缘啊，难免迷惑啊。倘一随境迷啊，你一迷，则能速觉悟者，万无一二啊，一万个人找不到一两个啊。这样就虽然有愿要度众生呢、啊。反而从迷入迷啊，不能自拔，永结沉沦者啊，实凡有徒矣啊，大有人在啊！如来为此义故啊，如来很清楚啊，你没有断见思啊，那太危险了，令人往生净土啊。见佛闻法，花开见佛悟无生呢、啊，证无生忍，然后成佛持力，及己愿轮呢、啊，回路娑婆，度脱众生呢、啊，则有进无退啊，有得无失矣啊！所以未断见思啊，要助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弘法。这个敬忠啊，断断的还是不许啊，不妥当了、啊。好，好、这个是提到啊，这个自己不度啊，要度众还不能度，要度众生呢、啊，这个是怕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那《无量寿经》也说啊，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呢，都有可能会退转的。所以你看，阿弥陀佛为什么要为菩萨发这些愿呢？多有菩萨欲闻此经啊，而不能得啊。我们现在在凡夫地呢，还能闻念净土法门呢，这是我们多生多劫修来的，我们好好珍惜啊。所以菩萨度众生呢，有没有悟众生？有的。或是初发心的菩萨，道恨功力都不够。所以菩萨常常退转，
因此他也免不了误众生。老和尚举例啊，像医生治病啊，有的时候把人害死，法官判案子，有的时候也冤枉好人，这是难免的，总是越小心越慎重越好，自古至今啊，一个法官在一生判案中啊，没有冤枉一个人的，没有人敢讲啊，那个唐朝一个名臣娄师德啊，哇，你看德行能力这么好啊，有一天也是啊，好像也是神明告诉他了，你这一生啊误判一个案子啊，好像害了两个人了，夺你一计的寿命啊，过后啊，他的精神就开始衰弱了，就没多久就走了。你看这都算名臣呢，不简单呢。大夫给人治病啊，一生当中所治的病人完全都没有过失，也没有一个大夫啊敢说这话。那我们李炳南老师也是很高明的中医师啊，当然他老人家是菩萨境界啊，地藏菩萨再来的啊，他说他这一生给人家开药没有问题，那他是曾经再来的，不然都不容易啊。所以菩萨度众生啊，亦复如是。到什么时候啊，才不会贻误众生？见性呢，就不会。明心见性的菩萨，那就不是全教了，称为实教菩萨。见性的菩萨，即是天台宗藏通别圆啊。的分法，原教初住以上，别教是初地以上，这样的菩萨不会害人，不会把佛法讲错，所以原初住别初地以下的菩萨总免不了会有随自己的见解，随自己的知见来说法，这很可怕，所以佛在经里啊一再跟我们提示。虽然提示啊，我们没有看重，所以佛提示的、强调的，一定要重视啊，是关键的。所以佛在一教三经啊，那是。临要涅槃前又在提醒，告诉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不要相信自己的意识。其实我们现在很容易相信自己的想法跟看法，这一句就提醒我们的了。你看老和尚慈悲啊，护念我们了。他说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述而不作，性而好古，没有自己的创作，述而不作。我们注意去看现在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都有自己的一套标新立异，都是自己悟的，都没老师。但是现在的人刚好相应了，就喜欢很厉害的，都是 自己成就的，哇，他觉得很佩服，
六祖坛经里面有讲，威英王佛以前呢有无师自通的，威英王佛之后就没有无师自通的了。这些经典的话我们不能忽略掉了。所以我们看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的讲经当中，甚至于站在联合国的舞台上，都是讲三个老师啊。佛法是师道啊。华严经讲，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要有明白的老师指导我们啊。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呢，你的知见纯属凡夫之见，错误决定不免。证阿罗汉才是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才得一个正觉。虽然不是正等正觉，但是它是正觉，不会害人。好像大夫治病啊，用药用错了，但是这个错误啊不会太重，顶多令你的病啊多害几天。本来一个月可以康复，现在拖一个半月，是他用药用错了，对你没有大的伤害。如果是正等正觉，就决定没有害处，决定没有错误。因为正等正觉算见性了，进一步还要四十一品无明习气要去掉，这是比喻了。好，所以菩萨发大弘誓度化众生呢，佛以神力加持他，所以使他得到普等三昧。普是普遍，等是平等，普遍平等。普等三昧究竟是什么？什么三昧能普遍平等？应该讲到这里了，我们前面探讨很多了。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平等得度，就是这个念佛法门。所以普遍就是世出世间一切有情众生都能修。平等呢，就是等觉菩萨我们包含地狱众生也能同样修这个法门，能得同样成就。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普等三昧是什么？是念佛三昧，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所以进修捷要赞叹这个法门一心观理，一尘了义，万善同归，凡圣齐收立顿西披，顿该八教，圆摄五宗，横超三界尽登仕途，一生成伴九品可接十方诸佛同赞，千经万论共止宝王三昧，不可思议微妙法门就是修这个念佛三昧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普等三昧。除了这个法门之外，还有哪个法门能平等成佛禅你去看看六祖坛经，六祖只接上上根人，中下没份，不平等，不能普遍。三根普被立顿全说，就是净宗十方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接触到净宗经典，才知道有普等三昧以这个方法来普遍度化一切众生，
就跟如来度众生无二无别，决定没有过失。所以净土宗的祖师都被称大师啊，因为他专弘的就是普遍平等度脱众生的念佛法门。所以虽然自己的境界还没有成佛，还没有成大菩萨，你开的药方用的药是与如来开的完全一样，还会错吗？好，那这个度众生呢，到了末法时期了，大集经讲了，末法时期啊，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啊，得度生死啊。所以念佛法门在末法很重要啊！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啊！珍惜稀有难逢之一日啊！受持广度生死流啊！我们好好修，为人演说啊，人家看了对佛法有信心呢，我们进一步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现在就要跟阿弥陀佛、跟老和尚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啊，这是阿弥陀佛跟老和尚最欢喜的事了。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一起来念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好，大家夜梦弥陀，再见。